出汗了。韩哥啊，下次我教你怎么倒车，我让他看着你。你只要看这一边，保证这个方向就可以了。是，你看着这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是的，你要让他看到你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一边，你让他，你站在正方面，没有用的。不要倒了，不要倒了，可以了。开门，开门。拍拍拍！这个拍那个装货的、卸货的镜头。哎，小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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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起来，你起来，好了，你们，你在这里，不用不用。